那不是胡博叔叔吗？嗯，这次逗他玩好了。啊，刚才就觉得奇怪，轮子怎么不听使唤了？难道是坏了？胡博叔叔，我停不下来了，快帮帮我吧！乐迪，危险！胡博叔叔，叔叔！叔叔，你快躲开吧，那个水箱好像要掉下来了。你说什么？我动不了了。陆迪，快去报警，叫救援队来。报警？这个。陆迪，快去啊！好的。找到了。怎么办？电池电量用完了。有没有人在啊？快来人啊！紧急呼叫！紧急呼叫！胡博因为路滑掉到了16号公路悬崖下，请大家立即赶往事故现场。是，小军。救命啊！海莉，你赶快过去把水箱固定住。好的。我们一起下去把胡博拉上来。好的。胡博，乐意，我的轮胎不听使唤了。你先别着急，我来帮你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准备好了。数到三，一起了。1、2、3。快点，抓紧时间。我来了。好，大家继续，再加一把劲儿。好的。你是说刚才你让我救你是在骗我的吗？哎呀，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真的要出什么事故了呢。真是对不起，本来只是想骗你玩的，没想到惹出了这么大的麻烦。